木筏求生的第259天，王国纪念馆淹没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，原来是潮汐现象。为了解决这个自然现象所带来的灾难，大炮前往了蓝翔技校进行学习，我也终于知道了大炮的行踪。为了解决白虎帮，大炮，你必须归队。蓝翔技校全称是蓝翔职业技术学校，看来这个地方就是单纯学习技术的哦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可不要误会，大炮去的是技校，不是大学哦。大学那可是非常高端的知识学府，还需要学习高数、英语什么的，大炮那个脑子玩不转，还是技校稍微靠谱点。辉哥，辉哥，你快来。怎么了，玉儿？哎呀，前一段时间玉儿姑娘如此热情，咱们必须给面子啊，是吧，玉儿？这王子啊，你有所不知啊，玉儿她做饭哎呦我的妈玉儿她，我的妈呀，别人做饭要钱，玉儿做饭要命啊。这正常正常。你们两个，人家好心好意款待一下，居然都不吃完，不理你们了。这